小朋友，你想吃什么呀？谢谢姐姐，妈妈说不能挑食，这样会辜负做饭人的心意。哼，真乖。行，那包在姐姐身上啊。走啊，徐总，吃饭去。啊？什么？把他拉走。哦哦，对对对对，忘了，你害怕了。哎，秦师傅，哎，来，哎，好，去，来 ，boss。哎，好，来，走。姑姑，来了。走吧，徐总。走吧。你叫他姐姐，叫我叔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凶我，我会帮你的。你好狡猾。什么狡猾？你故意打着我的旗号去见这位漂亮姐姐，我看出来了。嘘，瞎说什么呢？一天天的小朋友，净学习这些坏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待会吃饭的时候，你少说点话，不然我把你嘴巴封上。